加拿大多倫多疫情回升，下個星期封城。多倫多同周邊嘅皮爾區下星期一開始再次封城，至少28日。期間同時收緊限聚令，禁止室內聚會，室外限聚人數減到10個人。喪禮、婚禮、宗教活動唔可以多過10個人出席。餐廳禁堂食、關閉健身室等，違者可以被罰款750加拿大元，但唔會停課。多倫多所在嘅安大略省星期五新增1400多人確診，累計突破10萬宗病例，佔全國總病例近1/3。